你要摸摸看吗？触感很好，触感很好。拜拜。各位早安。那随着这个默默身体恢复的状况越来越好，我觉得应该也是时候带他跟布布出去走走。所以呢，我决定啊，今天呢，我要来安排一趟惊喜小旅行。那要去住一间我们之前就很想住的饭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去叫默默来收收行李哦。APA 啊。我今天有准备一个惊喜要给你，就是我要带你们两个去放松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去整理行李，准备出发。怎么样？想不到吧？是新竹的烟波。等一下，你当我看不懂那个外面停车场写什么字？不是啊，我们之前一直想来想很久了，不是吗？我这一次就是订我们上次看很喜欢的。那我们可以去房间了吗？他的房门也太可爱了。哇！撞到我的小朋友，大家看这个房间，超酷的。它这里一进来就有一个独立玄关，哎，这里你可以拿来放行李。然后这里呢有一个溜滑梯，然后电视，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小空间。Hello， 一二三，溜啊！哒哒。哇！哇 ！OK， 然后再过来就是床的部分，分两张床可以吧？同一间，不然你要分两间是吗？你出去，再过来嘞，放行李的地方，衣柜哦，它是在一起的，吹风机也在那边。好，再过来就是你最在意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然后这个是浴缸，对，来再过来就是床，是软的，那一只是他们的公仔。然后它叫做拍咪，那当然啊，它其实最重要的不止房间哦，这里还有听说超厉害，占地2300平的卡乐星球室内乐园。我决定趁现在还有点阳光，带它快速的去游泳，耗电一下，等它睡醒来了，我们再带它去乐园。OK， 游完泳回来以后就是点心时间。随着布布的好动程度一直在增加，像小朋友啊玩疯了啊。或者是太过激动啊，这种时候就是很容易尿布会漏尿，或是玩到不愿意换尿布。像刚刚呢，我们就发生一种状况，我相信每个爸妈小朋友到这个年纪，你都会有同样的画面，就是你现在看到这样子，我们拉屎都不穿，死都不穿。所以最近我们在尿布上面也换了一个好奇的裸感好动裤，就是讲水上芭蕾还是什么海带呀、啊、海带海带呀、啊、海带。那有时候小朋友玩疯了，或者是太过激动啊，好动裤呢不只可以站着就可以换，然后呢它也有特别的三防线剪裁设计，也是可以有效避免红红的勒痕。那默默，你觉得尿布最重要的几个重点？好穿、好吸收、不外露，虽然还有透气吧。对啊，要透气啊，要不然你就闷住了，屁股烂掉哦。那就像大家看到我们做的实测这样哦，就是当宝宝尿量比较大的时候，即使经过大量的移动，像你儿子有没有移动完了以后再次尿了大量的水，那你可以发现呢，不止表面吸收快速干爽，就算倒满满满的水哦，把它反过来呢，相较其他的尿布哦，依旧会干燥，不会滴滴答答的流。另外呢，为什么它的吸收力会这么的强哦？就是因为呢，它有100%的凝水晶球，这个很酷哎。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跟你讲，就是你把水倒进去，它直接会把水分呢吸收，然后固化。跟小朋友玩的那个一样吗？原本小小颗，然后吸到水就越来越大颗，越来越大颗。对，它会变大颗，它会整个把水吸住。那好奇的裸感好动裤呢，它是100%的凝水晶球，分别把好奇的100%凝水晶球以及他牌的吸收分子加纸纤维拿出来，分别放到两个杯子。
三二一 ，Oh my god！ 一边呢就是整个凝结，另外一边不是百分百凝水晶球的部分呢，它就会散掉。其实这个就表示呢，尿液立即会产生凝结的效果，相对就不容易滴滴答答漏的到处都是。再过来第三个，最后这个实验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。讲你想要被吹是不是？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是我找不到证据。那其实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知道。就是尿布除了要超吸水以外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它的透气度，因为不然里面湿湿闷闷的，小朋友很容易哄屁屁。如果是落晒的话，你就更麻烦，因为吸吸的。而且好奇罗岗好洞裤呢，是有经过医学期刊证实，透气度超高哦，可以有效的预防尿布疹。就像你看到的这一台实验的机器一样哦，我们把好奇罗岗好洞裤呢夹在正中间，然后上面放满满的水，从下面打气以后，你有没有看到它？那个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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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气，就是直接就这样子穿透过去他的尿布，所以从第三个这个实验，你就会发现他的透气度真的也是非常棒的，不会因为他是百分百的凝水晶球以后，他就会把里面全部塞住。所以呢，最近的布布啊，运动量真的越来越大，而且他越来越爱喝水，所以呢，自然呢，尿布它的更换跟防漏加好动加超透气就会变得超级重要。我们还没吃晚餐，所以我们现在订了非常棒的晚餐哦，是在他们很有名。一间餐厅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出发 ，Let's go。没睡饱的孩子，眼泪像珍珠，珍珠珍珠，哎呦哎呦，好暖暖暖暖。OK， 我们来到位于隔壁栋的醉月楼。那醉月楼呢，其实是新竹这边蛮有代表性的经典中餐厅之一哦。那我们今天当然就是点了醉月楼主厨精心推出的广式十全烤鸭宴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虽然说真的很多啊，但是我觉得既然来了，那也就不要错过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上菜。各位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口水一直在分泌。嗯，我觉得加糖粉这件事情对烤鸭来说真的太绝了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他们的虾饺，很大颗。哎，这个虾饺你会喜欢哦，它的皮很 Q 弹，很好吃。你现在吃的这个，刚一上来它一炒，那个画面，哇，整个味道冲出来超级香哎。这道呢是黑蒜虾丸老鸭煲，超大颗的鲜虾丸。哇、哦，好浓厚哦！你们喝得出来很多个层次感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专心吃饭 ，Let's go。OK， 好的，我们今天总共的餐点价格是2780，加了一层服务费呢是3058块，个人觉得非常的值得。那我没有介绍到的，就留给你们自己来体验啦。哇，布布又拿到自己的拍咪。我们这次选择的主题房呢，他就有送一只娃娃。对，拍咪。这个呢就叫小彩虹，小彩虹的部分主要就是针对0到3岁的小朋友。另外喜欢积木的，这里还有积木岛，然后再过来这里很多动物，这里还有变色龙。我终于知道我们家要养什么宠物了，养一个来治你的。它里面这个室内游戏室也太大了吧，这也太棒了吧 ，Oh my god！ 这里还有蹦蹦床，蹦蹦跳跳跳跳，然后它这里呢也可以玩电动车，这里真的很大哎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会早点休息，因为最近真的太累了。那我们明天早上的早餐我会放在生活频道，那我们就直接去到明天的活动 ，Let's go。我们呢，今天要来上昨天错失的活动，听说会有恐龙，我们去找恐龙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是啊，他这个课程很棒，就是他让小朋友能够接触平常接触不到的动物。摸摸看，莎莎这样子。你不要扒掉你。
微笑手工，也叫豹纹手工。你要摸摸看吗？触感很好，触感很好。拜拜。它活动的最后面还会让小朋友变装，然后让他们体验在森林里面啊，然后隐藏自己的那种感觉。OK， 我觉得这活动真的是太有趣了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们有带小朋友要来玩的话呢，记得要先预约，因为它每一个场次的人数是有限的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它是期间限定的，它的名字就叫做“来搞怪吧 ，cosplay 动物实境”。那基本上按照原定计划的话，到明年2月17号之前，都还是有机会可以参加的。OK， 好的。为什么我们已经回到家了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刚刚要回来的时候，普普在崩溃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干脆先回来吧。那首先我就要来问一下我们的默默，那怎么样？这一次的惊喜之旅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了，那不管如何呢，其实默默之前抽脂手术的影片呢，有非常多人给他鼓励加油，所以感谢大家的鼓励跟支持。不论呢，你的年龄是多少，每一个妈妈都一定还有这个追求美的权利，这个就是我们想要传达出来的理念。那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好奇罗杆好动裤的相关资讯，我们都会放在下方的说明文。尤其啊，现在双十一啊、双十二这种时间快到了哦，就是囤货很好的时间点。哎，你最近是不是也在准备囤？你有算过是不是？对，没有错。好奇的裸感好动裤比同级粘贴型单片来的便宜哟，单片，单片哦，单片。那精打细算的爸爸妈妈们，能囤货就囤货啊，趁现在有优惠的时候，你懂的。那我们这一次入住的是地球寻宝主题房，拍咪海洋主题房。我们这一次入住的价格是8200元，再加上昨天吃的那一顿3000多块，整个下来呢，我们大概这一趟花了大概12000多块。我个人是觉得蛮值得的。不管如何，老婆开心最重要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给我们一个赞，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你身边也要带老婆出去度度假、放放风的朋友。最后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、Facebook、IG， 还有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把它订阅起来。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你儿子要干嘛？不知道。他要干嘛？我问他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喝什么？